行政院通过0403赈灾复原重建方案，副院长郑文灿除了在县政府举办说明会，也在吉安乡举办了一个场次和民众面对面的说明会，中包括了民意代表、乡镇市长还有受灾户都提出了疑问和建议，郑文灿他也一一回复，并且表示重建方案是采从优从速从简，并且会在花莲设置专属办公室，提供所有受灾民众咨询和协助。行政院通过0403赈灾复原重建方案，副院长郑文灿除了在县政府举办说明会，也应民进党花莲县议会党团邀请，在吉安乡举办一个场次和民众的面对面说明。我们这段时间也收集了各方的意见，希望能够提出更好的这个重建方案。那我早上10点是在这个花莲县政府，然后中央每个部会都派次长级以上的这个同仁出席，跟花莲县政府对接。当然时间稍微延误了大概开到2点多了我才能够过来。不过我想党部办这个座谈是很有诚意的，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那这重建方案大概是哪些内容，那也希望能够这个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能够让花莲在这个灾情之后，我们的灾区得到支持，灾民得到照顾，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。这一场说明会不分政党，包括了立法委员、花莲县议会各党团议员、乡镇市民代表、村里长，还有吉安乡长也特别出席关心，大家踊跃提出意见和询问。有关于重建补助我觉得每坪最高12万元的这件事情最高一户360万，我的建议是应该要15万到18万一坪啊。红黄单30万跟15万这个部分，我希望可以补助到房东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也一一回复，并且表示重建方案采从优从宽从速，并且会在花莲设置专属办公室，提供所有受灾民众咨询和协助。同时针对民众提出的方案，郑文灿也强调可以做更周延的修正和检讨，不同的案件不同的状况，中央会在法令许可的原则之下尽全力协助受灾民众复建家园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